辅导食品的那个问题。好，基本上哈，我想国人的健康不能等哈，针对食品安全哈，我们要非常严谨。那至于就是说行政院哈，贸然要开放哈，这个日本福斋的食品哈，有没有相关的这些配套？那我等一下要看看他记者会哈，开完以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哈。那我想我们基本上还是要守护我们乡亲的这个食品安全跟所有乡亲的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好，谢谢。